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京剧的眼神。我们眼神呢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那我们京剧舞台上这个眼神呢，是更加重要的。因为在舞台上表演，全部要靠你的眼睛这种来表达你所有要表达的这种情感和表情。所以就是说，这种眼睛是不是会说话？在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，你的眼睛啊要会说话。你看，我平时说话是用嘴巴说的，可是我们小时候训练呢，是要用眼睛会说话。那我们怎么样让眼睛来说话呢？其实当然需要训练。那我们小的时候练的时候啊，这个在舞台上，其实每个人的出场哈，这个人物出场第一重要就是那个亮相。这个亮相就是你的眼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是不是能够第一时间能抓住观众，也是第一个亮相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京剧的眼神是怎么样来这个亮相啊？你看，如果是配上这个锣鼓点儿。直提住，提住，提住眼神，再放下来。所以他的眼神是，再放下来，他是非常聚光的。就是说，我们说话的时候哈，很多人可能说话的时候就不大注重这个眼神的这种去表情，可能说话的时候就眼睛是没有神的，就靠嘴巴这样说话。其实我们可以这个用这个舞台上的眼神呐，京剧的这个眼神运用到平时生活上，其实都是就是看上去啊，一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只是说话的时候，就嘴巴这样说，眼睛是没神的，那你就是不能够吸引到别人，就是说注意力不能马上在你这个聚光，你不能聚住。那如果是用上京剧的眼神呢，当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眼睛在说话，你看着对方，虽然你嘴巴也在说话，但是你的眼睛你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看我的说话的时候，因为我是故意的哈，就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也在说话，我说的时候，但是我眼睛呢也在会说话。你在说什么？先用眼睛传达出来，完着嘴巴也要跟着这个你要说话的这个内容这样去说。那你想，这个眼神是非常有神的。但是如果你来一个就嘴巴说话，眼睛是看着他，也是看着他，但是你就你看我现在这样说话，我眼睛也是看着你，但是我嘴巴还是在说着，但是你并没有什么感觉。可是我眼睛一亮，你看这眼神马上瞬间就不一样了，马上就有光了。所以这种眼神呢，为什么说心灵的窗户啊？就是你要表达一个东西，在你的眼神里就先表达出来。就别人你还没有张口，可能别人已经能在你的眼神里能感受到一些东西。好，京剧的眼神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在家里多多的练习，用眼睛会说话。你看，我们要用眼睛会说话。